前有一座山，爬了很久，却只能在山林中徘徊，找不到出路。你懂那种感觉吗？我是隔壁刚搬来的，姓陈，陈静。解得开，想不开，一直的人啊，穷一生聪明，能否为自己变白？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15年9个月24天。谁是你？意外招牌套餐不断怀疑如何释怀。跟他熟吗？谁欠来谁的债？能扛起一无所知，那就最好。